去年的营收27.3亿元，年成长37%，毛利率超过50%，EPS 12.81，营收获利同时创下历史新高。法人表示，今年受到了行动装置还有 LED 照明产品需求大幅增加，那 F 昂宝呢，今年的营收获利都渴望持续向上成长。